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。我的第一部电影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》将在情人节档和大家见面。电影官方电台就在荔枝 FM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。我的第一部电影《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》将在情人节档和大家见面。电影官方电台就在荔枝 FM。